这个我这几个礼拜都有在评论这个赌盘。嗯，其实赌盘是绝对影响选举的，而且这个赌盘来讲的话，赌盘影响选举，可以观众再解释一下。好，在30000票之内哈，尤其最会影响，哦，它有办法影响，就是说，现在如果是甲方，哦，让乙方，哦，30000票，OK， 那就让人家去买。因为一般赌盘来讲的话，它一次是3000万的位，啊，如果讲一句难听的，就是3000万在买票，所以让人家去压说啊，董事生会当选，对啊，那压他会选的人啊，就会帮他拼命去拉票。当然啦，因为他要赢这个钱嘛，对，所以他如果对，如果他就是买票的一种嘛。好，我这里可以大胆的讲，而且他一次喂出来是喂3000万。这3000万如果是在2分钟被买断的话，那危险了。哦，这3000万如果是说啊2、3天、3、4天才买掉的话，是人家在思考，哎，到可能的赢，哦，有可能的赢，你我买，啊，我买了的对，我是算可以优的，因为我可能买50万，我可能买，哦，不要讲50万，我可能买10万，我会为了这10万块下去拉票。哦，那拉完了之后会把选情稍微做影响，所以说。赌盘开出来是很准的，大部分都很准的。可是，如果你候选人跟赌盘有接触的话，如果呢，我是这样子讲，那可能就会有异动。晚上，跟我一起来打拳。